过一列长街，宇宙温暖寂静，没有花，车在车站停留，窗外一列黄花，破碎的你睡着，没见他。淡绿青年，你短发吗？这雨，谁给你知？青年，你比我没底线，行装更多，年资更浅，离家更是远，竟可以支撑到目前，诚心祝福你捱得到新天地。这首歌是我好几年前的一张唱片里面，当时我想我就嚟去到50岁啊，咁所以咧要面对中年危机嘅时候咧，就做咗一张唱片里边咧讨论好多人点样面对成长、面对中年。咁但系最后尾喺录完张唱片之前，咁我哋话好要用揸一首歌，咁我同阿 Wyman 同埋阿卢海彤，我哋就谂下，我哋仲揸一首歌，嗰首歌系讲咩嘅咧？咁就谂咗呢一首歌出嚟。是卢海彤的曲 Wyman 的词，这首歌是一个面对中年危机的人送给年轻人的。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我这一代不如说50、40、50或者是接近60的人，我们其实
受惠了香港很多很多。香港最好的東西其實是我們這一代拿了，但是呢我們的下一代呢就要承受香港最壞的東西。我覺得我們不可以只是祝福他們捱得到新天地，我們一定要繼續走出來，我們要在每一個崗位每一個場合繼續走出來。因為是我們是共同體，我們不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孤單地去承受香港將會來的更多更多的一些苦難和逆境。成年人是不可以，真的是責無旁貸的成年人。所以我們寫了那首歌，很多成年人一講起後生仔都會皺曬眉，或者是有時是有少少詛咒青春的，但是我希望我們的成年人不是，我們永遠都跟年輕人一起同行，我們站在他們的旁邊，好不好？當然我都希望年輕人都比我們這些大叔這些中年人老年人一起跟你們一起走這條路，因為我們是共同體。下面這一首歌我選了今天唱，因為我覺得可能我們被這些逆境打到，我們有時都是不識沒有想像力，或者是不識再快樂，或者是不識再開心。我覺得我們不可以，他們就是不想我們開心，我們要繼續開心下去，好不好？ Yeah! 這首歌叫做 It's My Party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朝我的